咱是高级班结业，就是讲为今日开始三年半以后啊，你取得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。啊，这个公务人员任用证书呢，就是你的结业证书。啊，这个结业证书呢，咱来发给所各级的酋长，啊，你向酋长提，啊，酋长会发给你。啊，我希望你留咧吼。啊，这份呢，你会当用一辈子。咱当时即阵开始，你就是我们高级公务人员，永远不退休。底下讲我不爱做，你不爱做，啊，这应该很清楚啦。啊，就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。是安怎呢？一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内底，咱先知影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咱这人叫做革命先行者，大先行的啦。啊，先行，大先行的。咱不必要求各位做革命先烈，革命先烈是翘起啊，迄无效啦。你翘起，甲你安那尊敬都无效啦，对不对？我讲有理无？所以，咱要甘愿要做革命先行者，我不爱和咱人党的人去做迄个革命先烈。咱这个法律的这个啊做上课吼，是台湾有历史以来头一摆。啊，嘛是唯一用国际法律啊！你甲咱所谓在参加的人，互咱党的人知影。所以有真济代志，咱去上课的时阵，咱所讲的，原来你也感觉讲，够有可能，够有可能。但是每一个代志拢逐渐的实现。今日，这个中国有一个学者，这个学者呢姓严呐。这阎罗王的阎呐、啊，这学者呢，伊今日哦，向向出来发表，伊发表啥呢？伊讲伫2016年，台湾这个土地执政者，伊讲是民进党。他们讲啊，真正中国人讲叫是咱是民进党，其实我们不是民进党。伊讲民进党，讲咱呐执政的时阵，和美国。会采取军事合作，讲和美国政府、军事政府啊，会采取合作，同时会推动，调清楚哦，推动法理台独。法理台独是什么人在推动的？是咱，咱台湾民政府推动法理台独。68年来，过去台湾人拢因为想要将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代志甲推翻，所以拢叫是讲要独立。其实你即摆听上过这个课了，你知影，即个土地的主人，伊若无讲好的时阵，你是免哪独立。啊，你若讲真正要独立，你会发生战争。所以呢，伫即个今日，无论你明仔日你都看到报纸，即个中国学者讲这个话，伊讲哦。2016年以后，台湾甲美国军事政府啊，会走上法律台独。咱伫这个所在讲的，已经2年半，所讲的每一项代志，陆陆续续拢会发生，拢会实现。是可比讲，我有甲各位讲过，我讲当美国的经济啊歹到唔知咩那时阵啊。美国会采取一个行动，就是美金会甲改变颜色。我知影咱遮无一定有听过，但底下你若底下讲你有看迄个网络啊，我有上过讲，美金那伫美国的经济非常歹的时阵啊，会改变颜色，改变什么颜色？红色。最近有报道出来啊，讲美金已经。开始改变颜色，改变啥？红色。知影这个消息，请你举手。知影这个消息的，好。我要跟恁讲这个代志，是讲有真济代志，咱拢确确实有和美国各个单位拢有伫联系。当时2013年，今日是2012年，12月31日，迄当阵伫选举的时阵啊。
2011年啊，12月3日要选举的时阵，忘年会12月30日，咱就向台湾宣布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0万票。迄阵台湾不爱相信，算入去结果呢，赢偌济，79万8000几，差1000票。我要讲起来意思就是讲，你咱家的上课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唔是没有根据。拢有根据，尽量甲各位讲，美军已经伫台湾啊！你讲你无看到美军，今日等于你马上去看报纸，所有报拢有反潜机啊，就是反迄个潜水艇的迄个机器，迄个飞机啊 ，PE3。美国正式交予台湾停止屏东。那是他报纸写的，但是今天报纸写得很清楚的，是完全美国人塞美国的技术降在屏东，加给美国的技术加美国的控制员，你听有意思吗？你台湾人也好，中华民国的人要去摸那个飞机啊，哪说不要让你摸呢？你什么意思？表面上，因为飞机太大只，大家拢看了，知影讲，美国飞机来几摆？迄什么意思？美军几摆台开始进驻台湾了嘛？新竹的乐山，迄、那个基地，哪地看有台湾人？没有台湾人，迄是全世界很准时，迄雷达系统上盖好的。台湾有三个所在，基隆，搁台南。加这个，这俩做乐山三个，即摆日本要阁设一个。所有经过亚洲的精神，台湾人坦白讲，真正拢去砍掉，拢唔知影，拢搞不清楚啦。所以呢，我是你甲各位讲吼，咱若有时间的时阵，每礼拜、下礼拜下午的点半，拢会当倒来遮来听课。我来讲上新的，若无时间无要紧，你去各州的州办公室，每两礼拜我拢会落去一摆，用上新的现准时台湾的局势，互你知影。我今日这个上课的时阵吼，这节课呢，来咱看迄个官网啊，今日有一篇文章啊，是182篇啊，这个182篇诶。来，这个100甲放好大。咱今日伫上课伫遮，就伫讲啥？讲法理论述。这个法理论述上界主要的讲一项尔，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，这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啊，是万国公法诶，这个架构啊，照迄个法理的论述啊，法院的裁判啊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一个点来啊！台湾的地位哈，吉田茂是代表新日本政府1951年9月8日和盟军签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听看清楚哦，你每集在看清楚。吉田茂是代表新的日本政府哦，不是日本帝国。日本帝国政府跟日本是无共，所以今日日本政府和过去做日本帝国是不一样哦。咱台湾人是大日本台湾人，唔是日本台湾人哦。所以后摆咱若要讲，爱讲咱是大日本台湾人，唔是日本台湾人哦。啊，搞清楚哦。所以唔通哦，上课听一半哦，很等于欢喜。咱即摆拢变做日本人啊！唔是安尼，咱是大日本哦，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。因为明治宪法伫台湾1945年4月7日实施到今日，没有废止，无废止啦。哦，这是法理上哦，讲清楚。所以是安尼，美国一直讲台湾地位未定，原因是这样啦。哦，为什么讲台湾地位未定？吉田茂的政治立场哦，是反共、亲美。尊皇尊敬那个日本天皇，
在1963年出版的《世界与日本的切来地》啊，对日属台湾地位及天貌强调啊，台湾看清楚啊，日本政府干那放弃领土主权，不是放弃主权哦。所以即摆有真济国际法的人拢讲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啊，所以台湾就变成台湾人的 no。人伊去签约的人讲啊真清楚嘛，我无放弃台湾主权，我是放弃主权权利。主权权利啥物事？管辖权，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尔。日本天皇有所有权，日本天皇交予首相，首相有管辖权，这个管辖权伊放弃，所以变成咱台湾现主席，日本政府袂当管，啊袂当管，啊咱剩一条路尔，这条路是啥物？予咱自治啦，家己管家己啦。所以咱的台湾的地，我甲各位保证，咱后摆嘛是绝对会走上这条路。所以中国想要亡台湾啊，免烦恼，绝对亡未着。中华民国要亡台湾，亡未着。即嘛是等什么时阵？等咱台湾人家己来觉醒。真可惜，到今日为止啊，台湾人敢有觉醒？无呢？啊，谁人无觉醒？68年的教育啊！所以你也继续看咧。至于其归属啊，尚未决定，对伊个归属还未决定，啊，咱就免予伊决定嘛，咱就决定咱台湾人家己来自治嘛。你，我会当甲你讲大声啦。当然，我即马讲这讲大声，这诶论述还阁足侪，还未写完。现阵是美国和咱有协调啊。要让我们台湾后来要怎么走，中国说你不能独立，你不能变成自己国家，日本政府不能管，日本天皇可以管，但是不能说话。所以最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台湾变成一个中立国。现在全世界有三个中立，两个中立国，一个叫什么？瑞士。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梵蒂冈。各位，我在这个地方算替台湾上名啦，台湾会变作全世界第三个中立国，伫亚洲叫做台湾，所以台湾会变作国吗？未，变作台湾两字尔。但是这两字内底，咱爱讲啥？尊皇，就是日本的天皇，敢若比如咱岛内底红格岛顶的神位同款，迄神位袂甲你讲嘛，对不对？你逐天爱甲拜一下嘛。祈祷一下嘛，安尼的时阵上实现咱台湾来管咱家己，安尼好唔好？袂歹嘛吼。所以这句话吼，就明确的讲清楚啊，台湾地位啊，其他的论述啊，属多余的废言。我甲你保证，台湾从咱行这条路呢，没有的啦，已经无啊啦。吉田茂是有名的尊皇派，在和谈谈判的过程啊，理应设法确保台湾归属日本天皇，保证其地位不变。台湾在法理上啊，明确其归属日本天皇，所以所谓台湾地位的真正含义，其实是讲啊，台湾归属啊不变。进一步就是吉田茂所讲的台湾的归属尚未决定的说法，我若用这个法律来甲解读啊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敢若讲查某的吼，婆家尚未决定，就是还未嫁啦，还未嫁以前吼，就是讲伊未来户口啊还未决定。即就是讲咱台湾的地位，就是类似于这种的。啊，逻辑上啊，并不等同啊丧失目前的国籍，而是等同啊目前户籍没有改变。相同道理。台湾归属尚未决定，即未来的地位啊尚未决定，逻辑上并不等同丧失目前地位，而是等同目前地位没有改变。对台湾的归属而言啊，所谓的地位未定啊，就是未来地位啊，或者是归属啊没有决定，是目前地位或者是归属不变。所以原来吉田茂及世界与日本的书里面啊，你讲诶，讲就是台湾的地位啊，所那个释出的
那个讯息的真的意思是讲啊，日本政府只是放弃领土权，台湾仍旧归属日本天皇，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，一般人应该很容易懂。我写这篇文章以后，美国的国安局在2010年9月7日送咱两张图，对恁的道兵，好、哦，那两张图原版的，那两张图呢？伊送你，我爱跟你讲话哦。伊干呐，跟你讲，回去交给秘书长。我一看，我讲啊，这就对咱讲的这样、個，完全一模一样啊。但是，外口这个网络哦，有足济谣言呐、啊。因为我喜欢来外出国，因为我无中华民国护照。美国其实刚邀请几下摆，我阿不都无护照。我一句话，那电视的那个广告讲啥？卡嘛，未惊啊！其实是讲啥啦？因为我不承认我是中华民国国籍嘛。啊，我若承认中华民国，啊，我这论述就安啦，怕讲嘛，我哪会敢去？啊，咱大家人拢会当代表我去，都独独我袂当离开的，所以你免烦恼啦，足简单的啦。啊，若无吼，美国是邀请足一摆啊，足一单啊，啊。是不是中华民国内政部啊？去年、去年啊，出一张公文给我，讲哦，台湾没有被限制出境。也不在，你敢捌照着讲，甲你讲，哎、欸，你无限制出境，你能出国？你敢捌有这种诶？无吧？哎、欸，我真正是这，迄公文哦，有时间我摕摕咧，互恁看，很好笑呢。我都无要出境啊，我都无爱去啊。我甲你保证，我若出去吼，绝对无倒转来。变成在国外的流亡，啊嘛，对下去流亡啊，啊，你这轮数就逃去啊，免讲啊，所以你免烦恼，我不会出去，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哎、欸，阿你嘛贪心呢哦，啊，我无出大欢喜啊。你们来讲吼，啊，旅行证件较紧落来，对不对？旅行证件我要摕第一号好冇？袂当跟我抢啊，嗯。过来，万国公法的架构里底吼，台湾既然是本日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日本的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，台湾人民对于台湾最终地位，包括独立建国、自治、联邦、邦联的诉求啊，因为拢无符合万国公法的关键啊，无正当性。只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天皇陛下的权力啊，叫 suspend， 叫吊起来悬置。基于被占领领土的臣民啊，有主张最终效忠的正当性。法理身份为被悬置日本臣民的台湾人啊，应有明确表示效忠日本天皇的觉悟，才有可能在国际法规范下，协助台湾人啊脱离政治炼狱，这是唯一的前途。这句话吼，咱今嘛无国籍。咱过美国以后，美国判个第一条讲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咱什么时候有国籍？什么时候咱有国籍？日本天皇任命总督，迄、那个时点就发生，台湾人马上有国籍，就是大日本诶，台湾国籍，这有真趣味呢吼。啊，你即马知影？即马过来就是即马，美国伊嘛伫谈个贸易秀呢，伊讲诶。啊！你要哪来协助台湾人？伊若无甲咱协助，咱就搁外国咧。啊！伊是建兴国啊，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啊。啊！伊无甲咱帮忙，搁袂出来。所以呢，美国喜欢来喊咱哦，安尼一直伫密切伫联系。可惜啦，台湾人角色呾足慢个啦。刚刚我甲各位讲个，即马国际班有几个？2705个，离开美国所规定个即种个人数，还佫差4000名。啊，现在咪4000名，1300都4000名。现在讲规定4000个，单于当时在台湾接收的时阵啊，是带1000个，啊，做迄个中国人来做咱的官员。迄阵台湾的人口偌济？600万，600万带1000个，即马2300万，爱几个？比例较算，叫4000个。所以大家，咱共同。打拼，继续努力，好吗？嗯。
这个谁能为了能够有效展现台湾臣民的忠诚意志啊，2013年2月11日刊登的头版广告里面啊，咱有讲要号召1940年2月11日到1945年8月15日之间啊，曾经依照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民改日本姓名的办法，而且台籍民政民改台籍民啊改日姓促进纲要啊等相关法令啊，来改日本姓名，完成皇民化的台湾住民，筹组日本臣民会、台湾知会。你甲看迄个咱的网络吼，咱即马有伫号召逐个人吼，来成立迄个甲靖国神社。靖国神社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的英灵伫内底，咱是要来兴灵兴，把甲一个兴立，讲即俩做啊靖国神社的台湾遗族。所有遐伫日本时代战争死亡的，拢是咱的祖先，是咱爱甲尊敬的民族。伊这个团体啊，伫全日本每一个县市拢有人。那你甲拍迄个叫做迄个首页，来首页我较悬的首页啦，唔是这个啦，首页。来，好，给我看起来，拉上去，来，过来，这个公告，来你看哈，那个啊，就咱五号哈，长啊，正长的公告，就是要要求咱台湾民政府的人啊，来参加日本靖国神社的英灵的那个啊，就崇拜会了，对象，靖国神社贵姓的遐人，咱呢要给尊敬，啊，要成立什么呢？日本。啊，做靖国神社的台湾遗族会，咱的希望，咱即马是有超1000名加入伫靖国神社啊，做伊的正会员，要搁再亲入，要来加入这个台湾的这个遗族。虽然你有讲，我的祖先也无人伫遐过身尔，迄种不要紧，只要是伫靖国神社的，拢是咱的祖先啊，咱要给尊敬。所以呢。日本靖国神社供奉台湾英灵啊，这个39100位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台湾民众去参加，完全有正当性。啊，这个英灵的这个叫做祭拜会，这个本部啊，设在这个日本靖国神社的游旧馆内底，是日本各县市组合而成的组织，就是咱爱把台湾民政府要含专日本各县市的靖国神社的迄个会啊，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后摆咱的人，若去日本，一旦去各县市去给拜访，他们一定非常欢迎。咱8月15号，今年八月，今日即摆是10月嘛吼，8月15号，咱今年去靖国神社，当场客满呢，175000个遐人哦，将咱这个团50个团团围住。那迄个相片有无？互因看卖啊！那个是萨克拉尤西科，那个啊，搁救起来，搁救起来。啊，来，停，哎，哇，你看啊，这是这个点嘞，看看麦啊，这有啊，啊来，你看哈、啊，咱50个，那个现场啊，哎，这边有去的，咱后边有去的，加去看麦，哦，有几下拢有去的，我跟你讲。很长啊！你看，看因头前哦、喔，迄、那个半圆形啊，一圈又一圈又一圈，在咱台湾去的，日本人是非常非常感动啊！在咱结束的时阵，要离开的时阵啊，咱呢整队要离开嘛吼、喔，你知影是遐日本人啊，主动的哦，拢拍手，过来，搁练目屎。咱台湾这50位啊，嘛是同款，迄叫做吼、哦、真情流露啊。头一摆，咱的人嘛讲，等下嘛甲我讲，哦，秘书长，这边去日本非常有价值。迄导游啊，迄导游唔是咱的人啊，导游甲我讲吼，我带导游带20年啊，唔捌遮尼感动，看到日本。
本人哦，诚心诚意底下的拍手，得甲恁多谢。啊，咱的人呢，为安尼行行行，沿路啊，拢直直甲你鼓掌，甲你拍手，去到车顶哦。咱的带队是咱的副主席潘良华，潘副主席等下有课嘛？敢不是？啊，早上课啊，啊、哦，上车吼、哦，一带头啊，拢流目屎。各位，你若去，你也感觉到啦。你即个感觉就讲吼，咱真正是日本人。啊，但是咱即个日本人，我早有甲各位讲过，咱的日本人是比即卖日本人哦较大呢。咱是伊新民呢，日本人是国民呢。所以我定你讲，即卖咱定你笑阿笨啊。你若看到我哦，爱赞好，叫大哥你好。迄大哥毋是乌多的来。我讲讲实在啊，你也免笑。我讲实在啊，所以呢，今年八十二月二十到二十吼，要去日本的团，你们可以报名。啊、哦，你有取得资格啦，因为恁是国际班的嘛哈。但是我先讲啊，以那个汇款的先后次序为主，啊，变咱汇款哦，迄内底、迄个内底拢有啊，你家己去点去看，啊，家己去汇钱。当然要汇顺，一定要让恁的州长吼、哦、知影。来，即摆呢，十二月二十甲二十的，其中的十二月二日啊，咱日本的皇宫的边啊，有甲租一个演讲厅，为早时的九点租到五点，那边请好遐日本，而且政治人物来演讲。啥来咱日本人来演讲，就是讲要让遐日本的政治人物，伊嘛知影咱这个论述，其实伊即摆开始渐渐拢知啦。所以我常咧讲。这论述没有日本人知影，不是我林志升的责任，不是我负责写论述，负责跟美国沟通。但是实际上要去执行的是在座的各位啦。所以我也常你讲，咱党的人，我无叫你去革命，但是我要拜托你借用你的一个物件，什么？你的嘴讲，但你即摆你讲。不一定会行，甚至有人跟你笑，啊，你是不是白带？你也该原谅伊啦，他不懂啊，伊唔捌讲的遐话，无定你嘛听无，啊，你免生气。真啊，他较未清楚的，放喺边啊，卖插伊，向别人。我跟你讲，总有一天，早甲晚娘娘啦，有的人你转真紧，马上。迄汤甲马上转过来，啊！但你要用方法，你要用方法，你譬如你也甲伊讲，你讲你是台湾人，请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要证明，你提不出证件，你别讲我是台湾人，无效呢。你提出来证件拢是中华民国，拢是中国人。安尼开始，啊！才用历史，十月二五唔是台湾光复。迄天是叫做军事政府的占领日，安尼豆豆甲因起名，互因即个台湾人即个台企来知影，因为咱六十八年，诶，即个教育啊，坦白讲，实在是足凄惨啊！啊，但是吼，啊，有人讲怪我呢，因为你也捌较早发言，诶，我你都无发言，我来发言，啊，我发言拄啊六十年，即历史上足奇怪，拄啊好六年，六十年。发现，哈、哦，所以讲起来哈、哦，我是感觉讲，天也有安排啦，哈、哦，老天都有安排啦，冥冥中啊，拢有已经注定好啊。咱算台湾人真有福报，好佳哉是哦，美国建业，啊，人家中国甲咱建业吼，咱真正爱走咯，真正好佳哉，天佑台湾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，俺下课休困十分钟。